机动游戏卡通人物不止小孩喜欢，妈妈们也爱打卡。旅行社推出母亲节游香港优惠，三天两夜七加九只要7888台币，机场税则要加4000元。除了送网卡之外，也有昂坪360登山缆车来回票加500台币，还可以玩海洋公园。另一乐园迪士尼门票原价要2500多台币，但65岁银发族则只需要400元，最适合一家老少过母亲节。但去香港要注意，4月22号起，当地限制塑胶产品，原本饭店免费提供的牙刷、刮胡刀及瓶装水等，全部要改为非塑胶制品。像牙刷要改用木或竹制造的，但旅店业在购置相关物品时有困难。包装嗰啲需要一啲嘅纸质嘅，就胶质就唔得嘅。变咗呢样嘢，我哋又有啲难度啦。部分饭店找不到代替品，为了避免违规，会改为收费提供。餐厅方面禁止使用宝丽龙餐盒、刀叉等塑胶餐具。目前大部分餐厅外带都改用木跟纸做的餐具，部分既要收费之外，也被批评不好用，像容易折断等。旅客可以考虑自备餐具。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